阿比啊！多谢，真多谢，谢谢所有在座全国的同胞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恭喜乡亲喜瓜，咱欢迎阿扁总统。晚上，我们台北市非常的美丽。谢谢。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盛会，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之宴。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是最美丽的，对不对？马仔，咱就要来投票了。天公，咱就要来投票，要来选出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要来选出台湾民选第二届的总统、甲副总统，我相信大家已经拢总准备好了。咱不知要为咱台湾来选择一个新的未来，上届重要，咱嘛是。要为咱的下一代来选择一个非常会当学习的物件，这是上佳好的教育，嘛是上佳好的示范。在基层的时阵，阿扁也看到自立安保的一份专栏的文章。中研院肖兴煌教授所写的《从318到520》，他提醒我们，当我们明天要投下神圣一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如何的选择？到底我们要让从穷困当中成长、有理想、可以改革的人来当选，还是要让
旧的国民党继续的执政下去，或者要让旧的特权势力复辟，完全在我们手中神圣的一票，我们该如何抉择？李远哲，中研院的院长，他在三月五号的公开演讲特别提到五年跟五十年的观念，台湾政府如果在未来的五年没有真正的改革，就会影响到台湾未来五十年的发展。尤其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台湾的改革如果没办法成功，让台湾在国际社会能够居领先的地位，一旦落后，台湾要向上提升，要迎头赶上，就会非常的困难。我们真的很感动，也非常的钦佩李远哲院长最后终于站出来，很多很多社会的精英、社会的清流、社会的贤达也都跟他一样的站了出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我相信李院长站出来，这一些学术界的领袖、企业界的领袖、文化界的领袖，他们站出来，不是因为陈水扁跟李秀莲而站出来，也不是因为民进党而站出来，我们相信他们站出来是为公理站出来，为正义站出来，为真理站出来。他们没有站在黑金那一边，也没有站在反改革、腐化、无能的那一边，他们全部站在改革这一边，正确历史的这一边。所以我们要号召全民同胞，包括爸爸妈妈们、妇女同胞、年轻朋友，我们都应该要向李远哲院长以及这一些社会的清流一样，全部为真理、正义、公理站出来。经过非常正确的股票，咱已经会当得到36%以上的得票率，或者选票超过423万以上，咱已经跨过当选的门槛啦。所以阿扁作为未来新的国家领导人、人民意志的实现者，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全民提出五点的保证。第一，阿扁作为台湾的新总统，我一定会捍卫台湾的国家安全，
追求台海的永久和平，坚持台湾的主权永久确保，不可以让任何国家吞并。第二，阿扁作为新的国家领导人，我一定要改善社会治安，消除黑金政治，从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司法改革、心灵改革，要让所有的台湾人民都能够安定大赚钱。特别阿扁总统一定会维护我们金融的稳定，股市健全，保证上万点。第三，阿扁以作为民进党的党员为荣为傲，阿扁会继续为民进党来付出奉献，但是当阿扁当选总统以后，我不是民进党一党专属的总统，我是全国2300万的同胞，不分党派，不分族群，不分省级，不分性别，大家共同的全民总统。所以为了维持落实台湾的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跟个人利益，在阿扁5月20号就职总统以后，我会辞掉民进党的中常委职务，我会不参与接下来的民进党的党务运作。换句话说，民进党绝对不会以党领政，也不会党政不分，好不好？第四点，阿扁在明天当选总统以后，我会立即成立一个包括民进党、国民党、新党、建国党及其他无党无派的人士代表，来组成跨党派小组，由李彦哲院长担任召集人。我们要面对最近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误会跟误解，我们会拿出积极的善意来展开跟中国的磋商跟沟通。当然之前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跨党派小组，凝聚国人全民的共识、朝野的共识，因为我们认为未来的两岸谈判不是一人谈判，不是一党谈判，而是全民谈判。最后一点，阿扁
在明天当选总统以后，我们也会透过这一个跨党派小组，能够针对选举期间所带来的不必要对立跟矛盾来做沟通，以最大的包容来化解歧见，来凝聚共识，来做好重建的工作。当然对其他不同的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来的政见，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益于人民，阿扁总统不会因人废言，也不会因党而废言，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研究，加以未尝作为阿扁总统主政之下的施政重要参考。以前一年外的时间，阿扁也走遍咱全国，真侪人要问问，问讲阿扁啊，你敢真正袂忝？我要啊，大家讲，脚会酸，手会痛，但是阿扁的心袂忝。看到咱大家，我袂忝；看到我的太太，我袂忝。只要咱的心袂忝，只要咱的心啊，搁温温烧烧，袂忝，咱就有气力，咱就有力量。咱就会当来为咱台湾找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对无？阿扁跟大家一样，都是台湾之子，拢总是韩籍阿囝，从无到有，由下而上，在有限的条件里边，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要开创无限的可能，对不对？支持陈水扁，就是支持李远哲，给陈水扁一票，就是给我们社会清流一个希望。再一次的恳求大家，明天从家里走到投票所，也许对个人来讲只是一小步，但是我们能够一起用选票来改写历史，用爱来创造历史，来完成政党轮替，让民进党执政。绝对是我们台湾历史民主的一大步。阿扁再一次的恳求大家，拜托各位，让我们一起用选票来改写历史，用爱来创造历史，好不好？谢谢大家。
这一刻是咱台湾历史庄严神圣的一刻，因为勇敢的台湾人民用爱、用希望，克服了惊吓和黑暗，用神圣的选票坚定来表达咱以后民主的意志和决心。阿兵啊，甲李秀莲的当选代表的不是我国人，或者是民主进步党的胜利，这是民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这是公营的时刻，更加是我正义的开始。这次的选举不只是咱台湾人民的骄傲，也是咱全球、全世界华人共同的骄傲，因为咱有相同的血缘和文化，咱希望会当透过彼此更加紧密的交流和互动，以耐心、以尊重，共同为华人社会开创一个和谐、喜乐的和平新世纪。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是双方人民共同的期待，未来我们愿意以最大的善意跟决心进行全方位建设性的沟通与对话，在确保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愿意就两岸直接通航、通商、投资、和平协定、军事互信机制等各项议题进行协商。我们也诚挚的欢迎江泽民先生、朱镕基先生以及汪道涵先生能够到台湾访问，阿扁跟李秀莲也愿意在520就职之前前往中国大陆进行和解跟沟通处理。我们相信双方的领导人都能够为彼此关系未来的良性发展竭尽智慧跟勇气，
迈向善意和解、积极合作、永久和平的永久目标。选举的结果也许有意思的输赢，但是我们相信选举的终了就是和解的开始。台湾人民要共同建设伟大未来的意念，绝对不会因为一时的情绪而分开彼此的力量。当明天的曙光照向一山山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台湾迈向和平、民主改革另一个开始。台湾人民要一起面对未来的改革工程，我们要不分彼此，同心协力，一起打拼，共同奋斗。梦想就要实现，阳光已经看见，我们相信只有透过对彼此的真心尊重与同理心的充分理解，台湾才能够超越历史的包袱跟偏见，才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只有这样，台湾人民才能够用最高贵的心灵以及最无私的爱，成功地推动我们国家与社会改造的向上提升。所以让我们用最谦卑的心来包容所有不同意见的人，用最慈悲的爱来跨越抚平曾经有过的裂痕。我们将尽速邀请包括民进党、国民党、建国党跟新党以及无党籍的代表，成立一个跨党派小组，由李彦哲院长出任召集人，用最大的包容跟尊重来抚平选举过程所带来的矛盾跟裂痕。未来的跨党派小组将秉持不分族群党派的精神，广纳其他候选人的政见，作为未来全民政府、全民内阁推动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党问题，上届五金清流强敌，全民政府大海和平英雄发展，是阿扁下家李秀莲加民主进步党对咱台湾人民的承诺，相信也是咱大家上届殷切的期望。阿扁下家李秀莲绝对要以理性负责的态度，全心全力来依附大家的永久和平加安全稳定，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为台湾创造美好的环境。
从今天晚上开始，陈水扁、李秀莲以及民主进步党愿意肩负起人民与历史交易六年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为台湾2300万的同胞的未来一起携手努力，共同奋斗，愿上天保佑台湾人民，愿上天保佑台湾，我们永远的共同母亲。有一种伤，深刻在心头，不敢问我们用什么爱台湾。所有梦和希望全都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唯一的靠山。但愿我和你能心齐如意，昼夜无声，心灵改造这美丽的地方。但愿我和你能心齐如意，昼夜如山，这是台湾人的家。只要我和你能心齐如意，昼夜如山，我们相信这一回是个天堂。总统，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亲爱的海内外同胞，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也是一个庄严而充满希望的时刻。感谢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以及全世界热爱民主、关心台湾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此刻的荣耀。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庆祝一个就职典礼，而是为了见证得来不易的民主价值，
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21世纪来临的前夕，台湾人民用民主的选票完成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这不仅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更是全球华人社会划时代的里程碑。台湾不只为亚洲的民主经验树立了新典范，也为全世界第三波的民主潮流增添了一个感人的例证。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选举的过程，让全世界清楚地看到具有民主的果实如此得来不易。2300万人民以无比的坚定意志，用爱弭平敌意，以希望克服威胁，用信心战胜了恐惧。我们用神圣的选票向全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是颠扑不灭的普世价值，追求和平更是人类理性的最高目标。公元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不是个人的胜利或政党的胜利，而是人民的胜利，民主的胜利。因为我们在举世注目的焦点中，一起超越了恐惧、威胁和压迫，勇敢地站了起来。台湾站起来，展现着理性的坚持和民主的信仰。台湾站起来，代表着人民的自信和国家的尊严。台湾站起来，象征着希望的追求和梦想的实现。亲爱的同胞，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刻，永远记得珍惜和感恩，因为民主的成果并非凭空而来，而是走过艰难险阻，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实现。如果没有民主前辈们前仆后继的无畏牺牲，没有千万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自己亲爱的土地上来庆祝这一个属于全民的光荣盛典。今天我们仿佛站在一座崭新的历史门前，台湾人民透过民主锤炼的过程，为我们共同的命运
打造了一把全新的钥匙。新世纪的希望之门即将开启，我们如此谦卑，但绝不退缩。我们充满自信，但是没有丝毫自满。从3月18号选举结果揭晓的那一刻开始，阿扁以最严肃而谦卑的心情接受全民的付托，誓言必将竭尽个人的心力、智慧和勇气，来承担国家未来的重责大任。个人深切的了解，政党轮替、政权和平转移的意义，绝对不只是换人、换党的人事更替，更不是改朝换代的权力转移，而是透过民主的程序，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交还给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不是任何个人或者政党所能够占有，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从国家的元首到基层的公务员，都是我们全民的公仆。政党轮替并不代表对于过去的全盘否定，历来的执政者为国家人民的付出，我们都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李登辉先生过去12年主政期间所推动的民主改革已卓越政绩，也应该获得国人最高的推崇跟衷心的感念。在选举的过程中，台湾社会高度动员，积极参与，尽管有不同的主张和立场，但是每一个人为了政治理念和国家前途挺身而出的初衷是一样的。我们相信选举的结束是和解的开始，激情落幕之后应该是理性的抬头，在国家利益以人民福祉的最高原则之下，未来无论是执政者或在野者，都应该能不负人民的付托，善尽本身的职责，实现政党政治公平竞争、民主政治监督制衡的理想。一个公平竞争、包容信任的民主社会，是国家进步的最大动能。在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凝聚全民的意志，以朝野的共识来着手推动我们国家的进步改革。全民政府
清流共治，是阿扁在选举期间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台湾社会未来要跨越断层向上提升的重要关键。全民政府的精神在于，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股东，政府的施政必须以多数的民意为依归，人民的利益绝对高于政党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阿扁永远以身为民主进步党的党员为荣，但是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始，个人将以全部的心力做好全民总统的角色，正如同全民新政府的组成，我们用人为才，不分族群，不分性别，不分党派，未来的各项施政也都必须以全民的福祉为目标。清流共治的首要目标是要扫除黑金，杜绝贿选，长期以来台湾社会黑白不分，黑道金钱介入政治的情况已经招致台湾人民的深恶痛绝，基层选举买票贿选的文化不仅剥夺了人民先贤已能当家做主的权利，更让台湾的民主发展蒙上污名。今天阿扁愿意在此承诺，新政府将以最大的决心来消除贿选，打击黑金，让台湾彻底摆脱向下存人的力量，让清流共治向上提升，还给人民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在火力政府的改造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为了确保台湾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廉洁、效能、有远见、有活力、有高度弹性和应变力的新政府。大有为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民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小而能政府。我们应该加速精简政府的职能跟组织，积极扩大民间扮演的角色，如此不仅可以让民间的活力尽情发挥，也能够大幅来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样的，伙伴关系也应该建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我们要打破过去中央集权又集权的威权心态，落实地方能做中央不做的地方自治精神，让地方与中央政府一起共享资源，承担西南部分不能够
获得多元的发拉近之间的距离。当然我们也应该了解，政府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人民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靠着胼手胝足的努力，创造了几次呈现的经济奇迹，也奠定了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命脉。如今面对资讯科技日新月异及贸易自由化的冲击，台湾的产业发展必然要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高科技的产业必须不断的创新，传统的产业也必然要转型升级。未来的政府并不一定要继续扮演过去所谓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反而应该要向民间企业所期待的政府是支援者跟服务者。现代政府的责任在于提高行政的效能，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维持金融秩序跟股市的稳定，让经济的发展透过公平的竞争走向完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行此原则，民间的活力自然能够蓬勃兴盛，再创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奇迹。除了巩固民主的成果，推动政府的改造，提升经济的竞争力之外，新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应该是顺应民意，例行改革，让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自信、更有品质，让我们的社会不仅安全、和谐、富裕，也要符合公平正义，让我们的下一代在充满希望与快乐的教育环境中学习，培养国民不断成长的竞争力。21世纪将是强调生活者权利、精致化生活的时代，喜欢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治安改善、社会福利、环保生态、国土规划、垃圾处理、河川整治、交通整顿、社区营造等问题，政府都必须提出一套解决方案，并透过公权力彻底来加以落实。当前我们必须立即提升的是治安改善与环境保护这两大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建立社会新秩序，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没有恐惧。在生态保育、
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相容的平衡点，让台湾成为永续发展的绿色市场。司法的尊严是民主政治与社会正义的坚强防线，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仅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是人民权益的捍卫者。目前司法的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国人必须继续给予司法界严格的督促与殷切的期盼。在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节制行政权力，还给司法独立运作不受干扰的空间。台湾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的资源，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教育是长赴移民的百年大计。我们将尽速凝聚查委学界与民间的共识，持续推动教改的希望工程，建立健康、积极、活泼、创新的教育体制，使台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力之下，源源不断的培育一流优秀的人才，让台湾社会逐渐走向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型社会，鼓励人民终身学习、求新求变，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与创造力。目前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的草根性社区组织，包括对地方历史、人文、地理、生态的探索和维护，展现了人文台湾由下而上的民间活力。不管是地方文化、庶民文化或者精致文化，都是台湾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台湾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的缘故，蕴含了最宏美多样的文化元素，但是文化建设无法一触可及，而是要靠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必须要敞开心胸，包容尊重，让多元族群以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感通，让隶属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轨，创造文化台湾世纪维新的新格局。去年发生的921大地震，让我们心爱的土地和同胞历经前所未有的浩劫，伤痛之深至今未能够愈合。新政府对于灾区的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包括产业的故事和心灵的重建，必须要做到最后一人的照顾，最后一处的重建完成为止。在此
我们也要对于灾后救援与重建过程中充满大爱、无私奉献的所有个人与民间团体，再次的表达最高的敬意。在大自然的恶劣中，我们看到了台湾最美的慈悲、最强的信念、最大的信任。九一震灾让同胞受伤跌倒，但是在助攻台湾的精神中，台湾新家庭一定会重新坚强地站起来。亲爱的同胞，400年前，台湾因为翠绿的山川风貌，被世人称为佛摩萨，美丽之岛。今天因为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所缔造的历史心愿，台湾重新展现了民主之岛的风采，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我们相信以今日的民主成就，加上科技经贸的实力，中华民国一定可以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持续加强跟友邦的实质外交关系之外，我们更要积极参与各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透过人道的关怀、经贸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等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并且回馈国际社会。除此之外，我们也愿意承诺对于国际人权的维护做出最积极的贡献。中华民国不能也不会阻碍于世界人权的潮流，我们将遵守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将中华民国重新纳入国际人权的体系。新政府将敦请立法院通过批准国际人权法典，使其国内法化，成为正式的台湾人权法典。我们希望实现联合国长期所推动的主张，在台湾设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并且邀请国际法律人委员会和国际特色组织这两个卓越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协助我们落实各项人权保护的措施，让中华民国成为21世纪人权的新指标。我们坚信，不管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自由、民主、人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能够被漠视
或改变。二十世纪的历史留给人类一个最大的教训，那就是战争是人类的失败。无论目的何在，理由多么样的冠冕堂皇，战争都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最大伤害。过去100多年来，中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留下难以抹灭的历史伤痕，台湾的命运更加坎坷，曾经陷入受到强权的欺凌和殖民政权的统治。如此相同的历史遭遇，理应为两岸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为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决心奠下厚实的基础。然而因为长期的隔离，使得双方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从此阻断了两岸人民以同理心互相对待的情谊，甚至因为隔离而造成了对立的围墙。如今冷战已经结束，该是两岸抛弃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敌意与对立的时候了。我们无需再等待，因为此刻就是两岸共创和解时代的新契机。海峡两岸人民源自于相同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相信双方的领导人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创意，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在既有的基础之上，以善意营造合作的条件，共同来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本人深切了解，身为民选的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自当恪遵宪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与安全，确保全体国民的福祉。因此，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路线，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历史证明，战争只会引来更多的仇恨与敌意，丝毫无助于彼此关系的发展。中国人强调王霸之分，相信行仁政必能使近者悦，远者来，远人不服
只修文德以待之的道理。这些中国人的智慧，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仍然是望之四海皆准的至理名言。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之下，创造了经济开放的奇迹，而在台湾，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我们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在此基础之上，两岸的政府与人民如果能够多多的交流，秉持善意和解、积极合作、永久和平的原则，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排除不必要的种种障碍，海峡两岸必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做出重大的贡献，也必将为全体人类创造更辉煌的东方文明。亲爱的同胞，我们多么希望海内外的华人都能够亲身体验，共同分享这一刻的动人情景。眼前开阔的凯达格兰大道，数年之前仍然戒备森严，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曾经是殖民时代的总督府，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用土地的乐章和人民的声音来歌颂民主的光荣喜悦。如果用心体会，海内外同胞应该都能够领悟这一刻所代表的深远意义，那就是威权和武力只能够让人一时欺负，民主自由才是永恒不朽的价值。唯有福音人民的意志，才能开动历史的大路，打造不朽的建筑。今天阿扁以一个佃农之子贫寒的出身，能够在这一块土地上奋斗成长，历经挫折与考验，终于赢得人民的信赖，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责大任。个人的成就如此卑微，但其中隐含的意义却弥足可贵，因为每一位佛摩萨的子民都和阿扁一样，我们都是台湾之子。无论在多么艰困的环境中，台湾都像挚爱无私的母亲，从不间断地赐予我们机会，带领我们实现美好的梦想。台湾之子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尽管
台澎金马只是太平洋边的最后小岛，只要2300万的同胞不畏艰难，携手向前，我们的梦想地图将会无限的远大，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亲爱的同胞，这一刻的光荣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恩典都要归于台湾，我们永远的母亲。让我们一起对土地感恩，向人民致敬，自由民主万岁！台湾人民万岁！生长的地方在台湾，和我们同样的故乡。阿家里许多成长，虽寂寞却坚强。阿嘎嘎住在云端，有一种伤深刻在心头，不敢问我们用什么爱台湾。所有梦和希望全都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唯一的靠山。但愿我你能心情如一程流山，心灵改造这美丽的地方。但愿我和你能心情如一程夜如山，这是台湾人的家。只要我和你能心情如一程夜如山，我们相信这里会是个天堂。张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总统府张秘书长，行政院游副院长，各位阿扁最敬爱的侨胞、乡亲、父老、兄姐，大家午安，大家恭喜，大家好。副总统李秀莲女士跟阿扁，要再次的感谢各位侨胞从海外千里迢迢赶回我们自己的故乡中华民国，来参加我们的就职大典。我相信大家的盛情、大家的热情、大家的踊跃参与，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阿扁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回国，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多谢多难。昨天我们向中华民国的国旗跟国父孙中山先生来宣誓就职。
神啊，是格是我终于今天为侨胞拢总是改革之父。所以不管是老桥新桥，拢总是咱上界敬爱的侨胞。阿边啊，无任何偏见，我没有任何的成见。所有旅居海外的侨胞，就像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母亲离乡背井的孩子一样，看到大家回来，阿扁啊，非常的欢喜，再一次欢迎大家，感谢大家。昨天在凯达格兰大道。那一刻，我相信真侪人绝对真感动，真侪人已经等一世人啊！在海外拼遐尼久，就是要等一刻尔尔。李秀莲。副总统甲边啊，代表民主进步党，无咱大家失望。但是唔是阮两个人熬，是咱大家熬。那无咱大家，就无今仔日陈水扁甲李秀莲做咱的总统甲副总统。政党轮替，这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嘛是一个国家是毋是真做民主的国家，上界重要的一个指标。1880年，美国开国第十二冬，第三任美国总统，因就当完成历史性第一届政党轮替。200冬后，会记得去公元2000冬。台湾到这个可能，虽然慢200冬，但是咱嘛感觉真欢喜。后摆咱会当向美国人讲，恁做会到，阮嘛是做会到，台湾人嘛做会到，中华民国台湾拢总做会到。所以呢。阿扁啊，感觉责任真重大，我希望大家会当无分彼此，不分党派，不分族群，不分省级，不分性别，能够给新政府更多的鼓励跟支持。我相信咱中委员长是阿扁啊。千挑万选，替咱大家选出来要替咱大家服务的，拜托大家会当来鼓励加支持。咱中委员长讲，对着咱侨胞有寡期待，予人误会，我也感觉讲，实在。可以抱不平，我相信张委员长他的说法只是说，咱得爱对家己的国家有一个向心力，咱得爱团结，唔通讲口口声声讲爱台湾、爱中华民国，结果规个心、规个灵魂，咱走去对面点啊去，安尼就唔好。
只有一个，国家的利益只有一个，袂使甲人分钱，嘛袂使来分散。这个力量得爱集中，只有集中力量，团结真正有力，对唔对？所以呢，阿兵也知影，未来四天日子真歹过。伫国内，真侪人会摇把叉，因为台湾是真民主，阿未做，咱就开始咧马总统当选人，所以未来四天阿兵也已经。他分配已经备案了。台湾真民主，不是讲在私底下脚床后咧卖皇帝，怎么公开就会使马总统？我希望大家会当继续来玩参加鼓励加支持，特别是未来。两岸的关系真敏感、真复杂，嘛真重要。阿扁昨天的就职演说，我代表政府与人民，已经拿出最大的善意跟诚意，要来化解两岸的敌意，要来完成两岸关系的正常化。阿伊若搁听无，我嘛无法度啊。我想讲，阿扁啊，若是搁无尿布，是安怎话？人搁要玩吗？啊，这边阿妈，那边阿妈，啊，我是要安怎？无要紧，民主社会就是要容许鸡蛋里挑骨头。啊，你还想看卖呢？两岸问题遐尼复杂，啊那遐尼简单，过去中国国民党早就解决啦。啊那遐尼单纯，你总统做十二年，嘛早就无问题啊。啊为什么这个问题搁留给我？啊你还想看卖呢？这也不是要考试。老师出题讲选择题，不是打叉，无就打圈。所以呢，买单总是讲以上皆非。阿弟啊，真欢喜。总是站在善意，站在尊严和民主三个原则。阿扁啊，对着两岸的问题，做安尼的表达，我愿意担这个担当，我愿意负责。但是我希望跟阿扁啊、李秀莲两个人绝对无共。需要海内外乡亲士大夫人兄弟，大家来斗下手，大家斗劲。虽然讲千金万金，我嘛敢打，但是，大家我两个绝对打不赢。但是只要咱大家要斗拼、要斗打，更加打，咱嘛敢对唔对？你也想看卖呢？做总统，长第一顿，伫总统府食二十粒水饺，加上一碗蛋花汤，安尼够好命。食比恁较歹，今仔去到金门，甲咱只阿兵哥做伙食便当。我相信这不是讲食好食歹的问题。
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就是爱接管咱的土地，就爱亲近咱的人民，就是爱甲咱海内外的乡亲，特别是各位侨胞好朋友，会当永远徛做伙。迄搭是咱上届期待新好的总统甲副总统。各位革命之母，各位改革之父，阿扁永远跟大家站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永远需要大家能够力挺到底。再次的感谢大家，欢迎各位，也祝福各位。Show